今仔日真欢喜吼，啊是咱玉缺雕林宫吼，啊伫举办咱家主年吼，吉安雕金礼道祝福大法会吼，啊这个法会吼，啊咱邀请到咱中部吼，啊咱遮的友宫啊各宫庙啊前来大家上敬赞扬吼，希望会当名扬两利哦，啊对咱往生者吼，啊是一个真好，会当拨真超度，啊对咱在世遮的子孙啊吼，啊会当。对咱祖先吼，表示咱的敬意吼，啊，大家吼共同希望伫咱众神的加持护佑之下吼，啊来求道，啊神来赐你这个道，啊来做你今年吼的这个守护神，你有啥物代志，帮你消灾解厄，帮你解关吼，啊来庇佑你合家平安顺遂吼，所以这个求道啊，祝福啊，调整礼道。大法会吼是一个真有意义的活动，啊欢迎吼咱大家民众众生吼啊共同来参与，啊真感谢讲咱遮的各宫庙吼啊大家共同来赞扬吼啊来宣扬咱的神威甲神的慈悲吼啊感谢各位吼，谢谢。三十个小弟和尚变成羊，从此把门独个定，上衣玉骨断江，宏观众大树，宏观大王，心惊烦乱皆是空，不是啊，可以不如讲，诸神诸仙来化解，一地玉骨断江，宏观众大树得平安。